大家好，我是九龙豪宅 Catherine Go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浩田一个顶层连天台的单位，我们现在一起看一下。这个顶层连天台的单位就在浩田的十座，它是一个特色的单位来的，来自楼梯上天台。由于是一个特色的楼层，所以你看到 lobby 都是特别的设计。今次带大家看这个单位呢，就是实用面积1487尺，我们现在就看看这个是饭客厅。这个景观就是望返何文田配水库球场，而另外一边的景观呢，就是望返我们何文田的城市景观。单位采光度极高，除了有两边的落地窗之外，还有个露台。在露台那里望返出去，除了望返我们乐园的泳池景之外，还可以远眺狮子山的远景。楼梯底当然就会有一个储物室啦。现在我们开始望一望我们的客房啦。先望一望个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呢都是采用两边的落地玻璃窗设计。主人房采光度极高，摆了张双人床，还有很多松动的位置。主人浴室有窗，保留翻收楼标准。冲凉的位置当然会分开翻浴缸和旗缸啦。另外两间客房呢就没有摆到家私。第二间睡房呢面积就比较大啲啦。客厕保养得整齐企理，保留返系用浴缸。厨房方面，由于系特色嘅单位，佢所以就系成正方形嘅设计。U 型的主食台，三边都可以做备餐的空间。厨房对面就是工人房，有他自己独立休息的地方，同埋保留翻他自己用的洗手间。依家我哋就系从呢一个内置楼梯上天台啦。天台面积相当阔落。前后呢加埋有900多尺，这个景观360度都被你望得晒。多谢晒大家睇我呢条片，鍾意嘅话就记得赞好、分享同埋订阅我嘅频道。下条片见，拜拜。